走过岁月的歌，由碧玉主持，972最爱频道呈现。走过岁月的歌。2012年1月3号，因为肺癌在香港逝世。帽子歌后凤飞飞远行快12年的时间了。今天晚上10点到11点将为您播出多首凤飞飞的歌曲。那我相信很多凤迷都非常想念凤飞飞。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即将12年。有你的感觉真好 ，Love 972最爱频道。大家常欢笑，眼泪不会掉，时常欢喜。我们同欢笑，这个小世界，小小人间多美妙。世界真是小小小，小得非常渺渺渺。这是一个小世界，通通欢乐，相依相微笑，任何人多甜蜜，心里喜长久，小小人间多美妙。世界真是小小小，小今天晚上8点到11点 Love 972走过岁月的歌。幸福要靠自己创造，也要靠你自己去寻找。不屈不挠，让幸福在你身边绕。趁着你我青春年少，努力去把幸福去寻找，幸福的门儿敲。锦绣的前程多美好，等待你我去创造，让幸福在你身边绕。
创造，也要靠你自己去寻找。好好的珍惜一分一秒，去把那幸福的门儿敲。纵然有困难来阻碍，也要不屈不身边绕。啦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吼，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啦啦啦啦啦啦。交际生活要安排，要唱歌跳舞都是消遣，方法不够精彩。快把花儿带，两三知己在一起，嘿嘿，吃喝谈天都愉快。趁现在，趁现在还可以谈未来，好好好好，你我要一起放开怀，放开那话题一定好精彩。就是亲爱，我谈得来，大家在一块，这种场合多自在。有情门儿过，会永远为朋友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朋友，啦啦啦啦啦，嘿嘿，啦啦啦啦啦啦。看现在，看现在，干事不乱干。你我要一起放开怀，这气氛一定很自在。龙门阵上摆一摆，这种快乐生命奇迹才会明白。放开怀，那话题一定好精彩。这种场合多自在，有情分散我会永远为朋友开。龙门阵上摆一摆，这种快乐生命起伏才会明白。事实上有时候有很多朋友跟我讲，就是说，哎，当然年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问题，不过你没有年纪也没有这么美好的一些回忆跟记忆，这个都是需要用时间来换来的。那么所以有时候刚刚我说，哎呦，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其实听起来也很窝心，自己的声音能够留在很多朋友年少的心里哈，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愉悦的事情。去他做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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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错，要我有什么错，我才不信他的心里装的不是我。人家说你难琢磨，你千万不要小看我，那假如是我不爱上你，你也该休想爱上我。这辈子你不来找我，好好的自个儿去打坐，啊啦啦啦啦啦哩啊哦哎呀，他你就去打坐。2012年1月3号，因为肺癌在香港逝世。帽子歌后凤飞飞远行快12年的时间了。今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将为您播出多首凤飞飞的歌曲。那我相信很多凤迷都非常想念凤飞飞，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即将12年。爱情的理解
就蜜饯。真的很有感情，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电影院从早看到晚，然后回去是妈妈都一直问说你到底去哪里，我就是整天待在电影院，然后连续看好几天，所以对这部片其实我们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它是凤飞飞的第一部电影。我们本身这个片子以前凤姐的有六部电影嘛，第一部就是春寒，最后一部就是四傻海秀，所以我们这六部电影几乎我们这些凤友都私下都有自己在看啊，然后在深藏。走过岁月的歌，九七二最爱频道呈现。接下来播出的是《就是溜溜的他》，是由左宏元作曲。另外这部电影呢是钟镇涛凤飞飞联合主演，由侯孝贤执导。那侯孝贤、左宏元以及朱延平对凤姐的印象是，总的一句话就是非常有个性的，她的个性非常明朗，她不像一般的女孩子，有没有扭扭捏捏啊什么之类，她不会，你知道，我感觉她非常的爽朗的一个人。所以呢搞笑的事情呢，我们拍片的时候很多搞笑的事情她很开心，你知道，她跟着玩这样。凤飞飞就是我个人以及朋友们都认为她就是台湾的女儿，平民天后，她其实是天后，但是非常的爱吃小吃，喜欢吃蚵仔煎啊、蚵仔米线啊、蚂蚱啊，他在现场都会带着，都有凤迷会带这些给他吃，让他甘之如饴。那边有只小黄莺儿，飞不停，哎呀飞不停，歌儿婉转如云霄。挂上那小月牙儿，啊，小小黄莺儿，我要问你说的是什么话呀？说呀说的可是会，那就是溜溜的他。你的叫声赞美出神入化，就是溜溜的他。有只小黄莺儿唱不停，哎呀唱不停，说的话儿多含笑，朵朵嘛像彩霞。啊，小小黄莺儿，我要问你唱的是什么歌呀？唱呀唱的可是会，那就是溜溜的他。你的歌中赞美出神入化，就是溜溜的他。小黄莺儿飞不停，哎呀飞不停，歌儿婉转如云霄，挂上那小月牙儿。啊，小小黄莺儿，我要问你说的是什么话呀？说呀说的可是会，那就是溜溜的他。你的叫声赞美出神入化，就是溜溜的他。
九七二最爱频道，走过岁月的歌。我是一个很单纯的歌手，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企图心野心，就很简单，我就爱唱歌而已。而因为唱歌在这一路上，就说当然刚开始的那段日子真的走得跌跌撞撞的，那也需要有那段日子去磨练，真的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能够磨练跟给自己一个在身心上在歌唱方面的一个历练，才有后续能够走得比较顺畅一点。那这是我是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铺陈，这个歌手才能成熟，这个歌星唱出来的歌才能够就是说能够表达出在一个歌者里面的情感所需要的每一首歌的一个重点。那就这么简单。鲜花
保留着这个纪念。明天就在你眼前，应该许下一颗心愿。愿你能那样爱我。
果你已爱上他，要让他知道，花无百日好，爱花要趁早。上线。
下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柔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今天，岁岁年年直到永远。我们常在风里你留恋留恋，爱在你我心里缠绵缠绵，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今天，岁岁年年天上人间。他唱歌给你很温暖，他不做作，他给你很温暖的感觉，他像在邻家的女孩子在很亲切的唱一首歌给你听，让你会感动。他里面没有做作，他里面没有虚伪，他很直接的把他的感情诉给你听。他不玩弄技巧，对，他不去玩弄那些技巧，他只是表达他最亲切的感情给你听。所以我们很了解说，哎，这样的嗓音很淳朴，很容易感动人。所以当后来海山唱片公司要给凤飞录唱片的时候，海山的郑老板还去找那些刘大师什么大师什么大师帮他作曲，大家都跑，哎，有没有搞错哦，给他作曲怎么可能红啊，浪费我的时间。那海山又想问凤妈妈说，啊，每个人大家都招去我的酒，啊，你要怎么办？那后妈说，啊，你找林皇坤跟林家庆作曲好了嘛，那他们可能比较了解我们阿鸾，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量身定做了这个祝你幸福，因为了解他的特色，了解他会怎么表达，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祝你幸福，啊，就红了。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
幸福。不论你在何时何时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坚强意志，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九七二最爱频道，走过岁月的歌。为什么会创造掌声响起，或者是提到一下眼眶就红？但每个人都有一些感情的敏感处跟脆弱点，每每创造哪些歌掌声响起，我就想到自己比较艰辛的那段日子，或者是很难忘的那段日子。但每一次想到，每次唱到那个歌，都会想到那个情境意境的时候，就自己就像现在就是好丢人的，我儿子经常骂我，全世界最爱哭的是你。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早晨想起来，我心
放弃，回头心凄凄，乡间的风啊，后悔还有期。路边的小草呀，河边的小花，藏在我梦里啊梦里。绵绵的青山呀，青青的溪水，在我的记忆啊记忆。怎么能忘记，回头心凄凄，乡间的风啊，后悔还有期。小草呀，河边的小花，藏在我梦里啊梦里。绵绵的青山呀，青青的溪水，在我的记忆啊记忆。怎么能忘记，回头心凄凄，乡间的风啊，后悔还有期。坦白说了，因为我私下的个性也比较低调一点，我不希望红得像太阳，所以用夕阳来形容。夕阳一般来说，你怎么用夕阳？夕阳是要下去的，也是近黄昏的那种。可是我认为我自己本身的声音跟个人的表达，只到那个位置而已，还不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所以我就用那个夕阳的形容。那其实一个歌者来说哈。像现在我很佩服这些时下的一些年轻歌手，丢什么唱什么，但严格来说但细腻度还是有欠缺哈。毕竟因为年纪在那里，那我觉得自己一路唱就一路走，一路走就一路听看学习，就好像走到某一个阶段就开一扇门，门内就很不同的一些空间跟景象，你就去再重新去体验那个空间那个环境，也就是好像每一首歌一样。那我必须要在唱歌的过程里头呢，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歌让我去表现或表达，对，或许才能够再发掘自己声音里头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一路走过来就说有好的，我庆幸有非常非常好的歌都让我唱到了，而且有好的工作伙伴呢，帮助我一路在这歌曲里头呢，也不断地开拓一些不同的曲风的空间。流转
风雨，有时默默地问自己，如何处理这场戏，才会有完美的结局。号帽子歌后凤飞飞远行12周年，在我们心中始终未曾遗忘七八十年代的好歌金曲，走过留痕迹，爱过留回忆。星期天晚上8点到11点，由陈碧玉主持。